们的背景是 IKEA 吗？没错，我们刚忙完，然后我们就来逛一下。只有嘉义有的这种货柜。对啊，超可爱的，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。我想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钟？1:15。还有漂亮的手表呢。哦，是的。我们等一下要吃东西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吃完早餐，我们就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在地人的甜点，我们都吃什么。我们今天会完全吃爆甜点，就是你要饿不饿又想吃东西嘴馋的时候，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啦。 Hello， 然后我们也太不专业，2点才开。然后我们在外面讲了那么久，结果2点才开。对，后面是封起来的。要不要趁这个时间再去吃一个什么小东西？毕竟现在也可以吃一点东西。好，走。纯情鸡蛋糕，这间是我之前最爱叫 Foodpanda 的，而且他刚刚不意外正常发挥，然后他在路上说，哦，这个没看没看没看，我就人家就是有开。我们等一下来一一介绍给大家，是我们点了4个，有什么？哎，我超推这个起司蛋烧 ，Oh my god， 超好吃。哎，我每次都点那个奶酥的。他的卡士达酱，我们先去吃别的。对，他要等大概半个小时。对，是一个这样小小的店，小小的餐车，很文青。因为太热了，所以我们等鸡蛋糕的时间又跑来买饮料了。没错，哎，他每次都喝一号，喝不腻。对啊，来，我们看那位先生。哎，嘉义真的去哪里都很近，哎，都3分钟、5分钟骑车就到了。哎呦，又到了一间书包3点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吧。这个是传统红豆饼。我每次来买的时候，这边都是卖光的状态。因为我们今天很早来，对，跟我们讲。而且它限量超多，而且很大一个。我现在先吃饭，给大家吃看这个菜的。哦，去去去去。红萝卜，满满的菜。超级菜，还有一些小肉梦，再点黑胡椒味，真的很好，很香。这个我大概吃2颗就饱了，因为它真的蛮大颗，然后那个料又很多。这点都点牛奶的，那牛奶是超级超级多的。我们买红豆饼，但我们却没有买红豆口味的，因为我个人不爱红豆。但是爸爸很爱，我爸每次来买这间红豆饼都是吃红豆，然后红豆也是满出来会炸出来的那种。我超爱菜的，强力推荐大家来买菜。你的牛奶吃的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别的我们真的很在地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一买完就在路边吃。我买的是花生的，我在看我动态的，就是知道胖弟都吃花生口味。花生什么树？花生什么树？它是那种颗粒哦。到底有哪一间有那么多馅的啊？而且那么大 can 才15块。我们其实有被朋友警告不要来报这一家，但是我们没有要理他。没有啊，来，书欢迎吃起来哦。传统红豆饼就是完全不败，哎，它就是老人小孩都会爱的那种。哎，我吃奶油，它是不会太死甜，而且不腻。我现在就是很刚好的味道，淡淡的奶香味，然后它有点像卡士达酱那种感觉。它真的太大颗了，我们每次都是买很多种口味，然后大家一起吃。Oh my god, delicious！ 我们又到了纯情鸡蛋糕，哎，很准时哎，老板酱的1:45来的。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人，对啊，还是满满的人。不是，现在不是套丁岛，你们在公园干嘛？我们还在等那个 IKEA 开，2点开，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纯情鸡蛋糕，来公园吃。隐秘的地方来吃东西。哎，这个里面包一整颗蛋哦。吃比瘦更有福。哎，我先整理一下牛排。哇 ！Oh my god！它就是偏比较高价位，35块。它是走比较有质感路线，跟我们一样。嗯，它是一个东西，一个模样印上去，然后就有他们的字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金氏一家鸡蛋糕。哎呀，金蛋糕，金。金蛋糕。我刚吃的这个，因为我第一次吃这个，它 cheese 蛋口味，它就是很像我们上次买的那种韩国鸡蛋烧，蛮香的啦。我的刘海有逗号吗？嗯，问号。我吃奶酥的，我每次都一定点奶酥。奶酥，哎呦，奶酥白厚啦，厚啥厚？然后它的皮有一点小脆的感觉，就是不会软软的，然后它是有一点脆度的。我这终身一定要娶我，叫大家他们要理你，拿好哦。然后你看这个短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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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配音短一短一短一，卡士达酱超好吃。那卡士达看起来不错，很不错。还是我目前吃过有加卡士达酱。唯一吃3颗不会腻的，如果没有卡士达，我还是会去买太阳的。
就是有太阳蛋啊。那我是你的太阳。cheese 蛋。他又不理我了。我们看他到底在一段访问里面到底要问多少，你爱不爱他？我昨天睡前跟他说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，他要说什么？我就说我想跟你谈一场恋爱。够了、哦。我知道它像什么了，我们小时候会吃的一间那个吊钟烧啊。哦，对，它的酱超好吃，蛮、推荐大家可以去买纯青鸡蛋糕啊。但是他们就是要提早去订哦，因为他们真的都要稍微等一下，至少大家等可能半小时，因为他们都现做的。但是你们可以看着我们影片吃这个，因为我们嘉义很方便，就是都几乎在文化路观光的地方的附近。如果你们有注册的话，其实很方便，3-5分钟就到下一个地方。对对对，今日限定口味。嗯，巧克力跟一点卡士达酱，我觉得会有点小腻。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吃巧克力那么甜。那我觉得还不错，可能我喜欢巧克力吧，我是巧克力人。你是长得像巧克力吧？对呀。总之，那个纯情鸡蛋糕是可以来吃吃看的。来告诉我们现在几点钟了？现在2点钟，带大家逛一下。Go！ 这就是很小型的 TI，很可爱吧？迷你版的。对，就是他们的热卖品就会在这。哦，所以这边主要是卖一些热销品。对，就是比较居家办公那种，可以随时来买，然后带回家的那种。嗯，是一天挤痘痘吗？你买了什么？这个抹布，我们家里是抹布。那、啊、这个箱子，它装袜子的、啊。请问又要买什么成价了吗？哎、欸，这很值得买，这个才399，很便宜、啊。因为我们家缺袜子，贵，但是可以放我的袜子、小朋友的袜子，还有爸爸的袜子。哎、欸，你们来这个小小间，每次可以买蛮多东西的。我们去这哪里都买翻天，怎么办呢？哎、欸，这是我们超爱吃的那种肉丸。这个，如果买回家放，我们就不用特地跑去台中、高雄吃嘞。好想买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能买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很多地方。啊，这个蜡烛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要买香香的、啊，也是蛮突然的。CP值很高。是 IKEA 的小粉丝吗？购物完毕。那几点钟在吃冰？啊，你可以专业一点吗？你今天是我们的报时间小达人，好吗？这样哎、欸，我真的会气到。这里其实真的蛮可爱的，然后上面也有就是可以让人家坐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网美都会来这边拍照啊，例如这边就有一位了。请问是跑回来纳凉吗？会书包几点才开？因为嘉义市真的去哪里都太近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回来休息20分钟再出门。来报时小达人，现在几点钟？3点喽，开了。终于哦，我们等了一个小时。我们从小吃到大的，我记得之前好像是8块还是什么，后来涨成10块，但是还是很值得买。而且它蛮大一个的。以前都吃书包，它叫书包，很可爱吗？对，小书包。哎呀，说花枝书要求喝价。要求喝价，问几块买的？客人。我相信你，因为他们的书包真的要求很小。小书包很可爱。老板娘说讲小声一点。老板娘现在30岁而已。Oh my god， 笑人哥。来，今日报时小达人，现在几点钟？3:10。来表演表演，来走起来走起来。我们来到了小师傅。这个是我在富潘达意外找到好吃的。对，然后我就爱上，我超喜欢吃的。吃过目前。最便宜又大颗的泡芙，对，它就是酥酥脆脆。泡芙还有买五送一，买五送一，买五送一，还有超多种口味的。就是回去如果没有吃，也可以冰起来。但是我们太热，我们决定买回去工作室。太热了，来了一饮仙草。很久没喝了，我们小时候都是在那个角落。那时候喝的时候，那个阿公就年纪很大了，喝一碗很便宜，可能10块、15块。确定同一家？同一家，这家一属哎，一样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摊位，很复古，很文青，就是这样子。先之前那个阿伯会用一整块，然后切，把它用成很碎的。哎、欸，我们以前就是看到大的、欸，真的，对，没有看过。薏仁仙草，他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袋子，然后用吸管这样戳进去喝，买回忆的感觉。对，来，我们回去喝吧。我们要再次回到工作室。有多远？有冷气的地方，就是好地方。报时小姐，请问现在是？哎、欸，我们又只过了10分钟。嘉义也太小了吧？你看这个手搭起来其实也蛮美的，不过我的手怎么样？然后这个指甲也真的蛮美的，这个表带可以更换哦，可以换。对，它自己就是从这边就可以换。
便的。这个就是跟老板娘说的，要学会嚼的花枝酥。我刚吃了，我觉得偏稍微贵一点，因为一包90元。但是觉得比起这种，我好像比较喜欢吃一支的。对，我也是。哎，有出去的声音哎！可是我今天才刚用牙套，那个很酸，牙齿很酸。很爽。小吃给大家。喝酱喝酱，好脆哦！我这个应该是地瓜，然后它里面是长酱，空心，空空的哎，跟你一样。空空空空的。对，它的料在旁边啦。我吃到地瓜的馅料了，就是很绵密的地瓜，吃起来香香的，然后不会很甜，不会像那种 seven 的地瓜很死甜那种，但是是好吃的。他刚攻击 seven。对。seven 的也好，就是我减肥的时候都会吃。吃这个。但它的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咸，红豆饼的高丽菜内馅比较好吃，可是这就是吃一种小时候的感觉，吃很爽脆，而且它是虽然是油炸类，可是它不会很腻。玉米的好好吃哦，它里面有黑胡椒，蛮重的味道，加玉米粒啊，什么肉啊，我觉得玉米超好吃哎。这地瓜好吃哎，我这个是满的哎，我这个超多的地瓜有看到吗？这个好吃哦，可以，一个才10块。油炸类的东西吃完。就要来一个仙草，味道其实蛮不变的，蛮没有变的，而且它吸起来是有那种颗粒感，不会太大块。它小片小片的，它其实很像小时候我们会买的那种罐头仙草蜜，一袋30块，我觉得还 OK 啦。能让那个乡下来的朋友喝喝看，我们小时候喝到大的仙草。哎，台北真的没有这种东西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就是很解腻，然后又不会很甜。我喜欢，因为它可以调甜度，我们刚好是调半糖，可是它的半糖很不甜哎，就是半糖 OK。小师傅，提拉米苏来喽。Shut up！ 这家真的是我误打误撞，然后在Foodpanda无聊的时候滑，想说有没有什么甜食，然后找到。哦，很会打，很会撞哦。大颗这样才30块，哇，好圆哦！你的脸。因为它就是很大颗，外脆内馅又多，所以我觉得一颗30块买五送一很值得买。因为我之前有买过路边很小颗，然后一颗可能要，那间一颗可能要70-80。原味的比较便宜，它那个 Oreo 加比较多馅料的，好像就是40-45。冰旋风也30块，三颗90块，很便宜耶。有吃完，我们回去还可以冰冰冻库，就有点吃冰淇淋、双淇淋的感觉。对，这间可以买，超推。就我说很饱，我还是忍不住拿起来吃。料太扯了哦。超级满的，看看我的手，它就是真的那么大一颗哎。觉得它这个牛奶就是很香，先从这个开始吃，然后再挑其他口味。可以吃起来。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享受下午茶哎，孩子大概还要多久啊？1个半。差不多5点吃午茶时间。是哦。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大概还要1个半小时，小孩才会下课，一时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这边要干嘛，因为大家都很累。你帮我限时间，你帮我播这个，我不要你帮我终结嘛。突然变超满，我们刚刚三个就突然想说我们要干嘛，然后一个人就讲一个，但是没有人要送的，做的那个人都不要。请问是指甲做起来了吗？而且小孩也接回来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已经要时间。现在是几点钟？报时达人。哇，你的手好黑哦。我们卸完指甲，然后也接完小孩，等一下就可以再去吃一点小东西了。最后一个小东西，上次没吃到的，桃城豆花，走咯。这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我以为只有里面，结果一走进来也是世外桃源吗？对啊，它是有一个大的后庭院呢，很像来到别人家参观呢。妹妹你在干嘛？妹 hello。Hello。妹 hello。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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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llo。吃豆花时间。很痒吗手？这里温度很多。妹你自己在这里哦。好笑。1、2、3。丑八。豆花来了。哥哥你吃的是什么？
薏仁豆花。哇，哥哥吃起来了哦，刚下课很饿。啊，你的是什么？花生，而且我刚说完珍珠，然后 mini 问我三次哦，我有听到珍珠，对，半糖，而且他给我端来花生豆花，然后他还说你不是叫我随便点吗？重点他问了你起来了三次，对啊，点他要的，我点我要的。哇，哥你喜欢吃豆花哦？我要吃豆花。哦，你也想吃豆花，来给他吃一下。妹妹，你说这个是什么？豆花。好吃吗？第二个豆花。花生的豆花。啊，不然这个豆花就让他们两个介绍就好了。啊，好吃吗？滴的整个都是。对嘛，它滴的整个都是。它被你。这个一口都没有流，都是流的。没关系。每次都这样，对不对？怎么没关系？每次都这样。他们三个一起在围攻你耶。好吵哦，等一下就会车了啦。圣衣获胜还是逃城？这里好像偏甜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薏仁颗粒煮得很好，就是有点脆脆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可是它的甜度是固定的，然后它的豆花蛮绵密的。下一个，好吃吗？那你要下一个吗？到底是要吃什么？过几点嘛？几点嘛？来，现在是花菜。我用超级迅速的时间，大概三分钟把它吃完。所以跳点十一分，谢谢。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手表，哇，碎哇碎啦！很精致哎，来帮我拍个外拍照。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手表叫 Nogu， 它是丹麦的牌子，它从丹麦空运来台，不用运费。拍手！来，大家一起念 Nogu。因为它有出男生的、女生的都有，所以我觉得买对表也很可以。然后它就是表带很方便，它直接从这边拆，两边这边拆掉，它就可以换表带了，就是不用工具，直接拆就是。也太方便了吧！很方便，也可以换成皮的。两边拆掉就可以换皮表带。它现在有活动，就是买一个，然后会有85折，还送你一只表带，然后免运费。哎，很划算哎！它就是从丹麦寄来，你嫁给你，所以你现在是。我大家可以任选，资讯放在资讯栏，你们可以去看，可以去买。对手表有兴趣的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讯栏，更多的介绍，大家可以上去逛逛。大家如果都想当丹麦女孩的话，一起买起来，85折优惠。好，谢谢丹麦 No Green 今天陪我们一整天吃甜点。耶、yeah ！我们可以吃晚餐了吗？可以。还吃得下吗？还可以。今天下午就是带大家看我们平常会吃的小东西。对。那有机会还是可以再吃更多东西，可以再继续敲完我们拍什么在地的吃的东西店之类的，或者咖啡厅。我们的口袋名单真的太多了，那我们慢慢的带你们一起吃吧。来，孩子们，我们要买晚餐回家吃咯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